總之巴頓咧傳到過嚟中間，哎呀，自己西蒙戴維斯咧有啲興奮得滯啊，推咗將個波推咗落去啊，孫繼海嗰度，古斯維特俾翻嚟後面，孫繼海再擠佢嚟前面，哎呀，可惜都係俾對方嚟焗甩咗。咁啊，熱刺睇嚟領先一球之後咧，反而球員嘅信心啊仲加強咗，冇話縮喺後邊嘅，喺中前場咧都撲得幾厲害啊！咁啊，令到曼城嘅中後場咧幾次都唔能夠維持到控球在腳。卡爾個頭波冇越位啊！呢個波又有機會落俾堅尼，可唔可以搞掂咧？啊，十八分鐘，哦，相當靚呢個波，真係好有級數嘅射門，亦都係好有級數嘅箭頭。呢個波即係如果作為前鋒有好嘅教材，嗰個斜線走入去，另外咧嗰個黐嗰個波黐埋嚟相當靚。由於個波一起步冇越位，後面哎呀慘啊，老孫爆曬啊，黃孫繼包越位，跟住一黐呢個波完全係冇離腳，跟住右腳黐係左腳貼㗎，呢個波好靚啦！再睇一次，右腳踩落嚟，跟住用左腳戳過去㗎，因為右腳射喺龍門係封到位㗎。再留意一下慢鏡，如果右腳射呢個角度就會窄啊，一定係龍門攞到啦嗱，係嘛？右腳射，佢用左腳戳起個波底，啱啱過咗咧就係艾拿神個。腳個波就慢流尾袋，哇！真係好嘢，相當靚。果然二比零熱刺，主場氣勢果然啊，真係盛氣逼人啊！廿分鐘已經兩球領先啦。莫榮基話齋呢個波啊，真係有啲教材嘅感覺啊，因為前鋒除咗話走位啊攞波啦，咁啊左右兩隻腳都起到腳嗰度下厲害啊嘛，亦都射得好乖巧啊！結果打四個字都唔夠啊，曼城啊即刻落後到兩球，哇！咁後面咁多空位啊！攞翻定先，再回翻俾羅伯堅尼。唔到中間保護個波都幾好嘢，但係呢個波甩咗腳嘅。我識安迪卡埋嚟拍咧，又攞唔到。咁啊，講翻熱刺咧，其實喺呢邊迪科爾喎。阿迪科爾話：咦，我拍到羅伯堅尼都幾犀利噶嘛，遲啲同佢夾噶啦嘛。咁啊，真係睇下點樣咧，羅伯堅尼嘅打法要熟悉一下，跟住咧就睇下夾得掂唔掂。其實只要普斯迪加的狀態能夠打回當其時喺葡萄牙的表現咧，其實熱刺都有幾個啊質素真係幾高的前鋒啊，羅伯堅尼啊、普斯迪加啊，仲有簡奧迪依家打非洲國家杯亦都係表現得很好。其實如果真係迪科爾能夠盡快融入到熱刺，而頭先你講幾個前鋒又能夠打回好嘅好狀態咧，其實熱刺的鋒力咧真係絕對不差噶，淨係一個簡奧迪同埋羅伯堅尼已經相當犀利，再加埋迪科爾。咁啊，仲有普斯迪加等等，真係打得飛咧，其實幾好。同埋杜靴迪咧，偶有亦都可以串演前鋒噶。咁呢位球員今日冇上陣啦，杜靴迪首回第一場比賽嘅時間，第一次交手入行佢頭槌都入波。咁啊，熱刺如果係風力得以改善咧，就幾令人咧對熱刺下半季咧幾憧憬啊！基緊就都幾落寞，見到佢個樣子，廿分鐘就已經落兩球。幾多不利因素啊！作客一嚟二嚟啊，咁早落兩球，唯一令佢有啲安慰就係時間都仲算叫上早，仲有成七十分鐘俾佢追，咁啊都仲話大把機會可以咁講啊！但係形勢就肯定係惡劣噶啦，而家考一下成班球員嗰個心理質素啦，依家都唔諗得咁多噶啦，如果能夠喺上半場就爭取翻一個入球住，一步一步嚟咧，如果攞翻一比二嘅話咧，咁啊下半場都好打啲嘅。艾拿神就大腳送過嚟前面，哇！又自己爭食添，仲要有啲亂喎，睇嚟。我京治又接到啊，再俾過嚟。羅伯堅尼，我迪馬特又落去啦。今日迪馬特暫時又未有啲咩機會表現。我面對住戴立過嚟啦。呢波好彩咧，就係戴立好嘢啦，翻身咧將個波瞓翻出去邊線先。唔好蝦老人家先得噶。見到啦，雲布停。咁亦都係頭先阿柏奇都講過啦，曼城啊，啱啱新借翻嚟嘅比利時嘅高大中堅。咁但係呢場波由於趕不及註冊，咁啊，所以咧未能夠上陣，喺呢一 round 唔得。咁但係如果曼城能夠入到第五圈對曼聯咧，佢就可以上陣噶啦噃。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咧落緊兩球波，呢個逆境需要克服先啊！如果唔係咧，就冇辦法欣賞到佢一足總杯嘅比賽噶啦。咁啊，見到雲布廷皺曬眉頭咁，唔知係咪擔心？咦，話呢啲係我啲拍檔啊？點算？迪斯天咧就今日就同呢個鄧尼繼續咧負責喺中路防守。咁啊，迪斯天同埋鄧尼咧，今季一向都俾人覺得個感覺上個穩定性就唔夠噶啦，好明顯啊！鄧尼咧以往喺愛華頓嘅時間咧，
拍住啲老大哥啊、安斯和夫嗰啲咧，都仲叫做勉強得。咁但係而家嚟到呢度要佢擔大旗搭住迪斯天咧，似乎就有少少問水啦。哇！呢個波咧見到啊，壓到埋嚟噶啦，冼佳亞咁，但係呢個波亦都係對手快一步。暫時見到咧，曼城嘅攻擊啊，或者中場組織都幾靜嘅。嗱，例如幾個中場球員，我哋真係好少講，冼佳亞啦、祖爾巴頓啦，基本上都未講過個名咁滯嘅。咁啊，戴立咧就亦都受制於對方嘅迪馬特，都唔係好敢上噶啦。睇下呢邊點啦，中間經治。咁佢個咁早嘅入波，分零兩分鐘入波咧，都可以話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咁早入波咧，成隊熱刺嘅球員咧打起咗個信心。咁亦都可以話，亦都同時間令到對手嗰個球員嘅部署啊，或者個心理上面咧窒一窒。兩分鐘我攞咗球波喎，試想啊，如果你係嗰班球員，你打嘅話咧，你都真係窒一窒嘅。都未企穩，都唔知咩事，突然間輸咗球啦。哦，咁所以呢個時間，正如阿柏喬所講咧，就真係要。曼城的球員真的要頂定先，最緊要現在是不要就是亂了，一亂的話對手熱刺就更加有機可乘了。這個球就是基爾祖爾巴頓，剛才我們講話甚少講他的名字球員。曼城暫時都是靠保斯維第一次放個直線被科拿的個人技術入到去起了腳，先開這個球不要甩，好彩能夠回回後面，鄧寧再加多腳，但睇嚟頭先係吹咗雞喎。之前咧，其實就講緊熱刺今季主場嘅表現啦，近六場比賽攞到四勝二負嘅。咁啊，雖然輸咗兩場，但係一場對住曼聯輸波，另外一場咧都係0-1咧，就僅負保頓嘅啫。咁啊，講翻佢哋主場嘅攻擊能力啊，真係幾強喎。咁我哋都頭先係傾過佢哋嗰啲前鋒球員啦。咁啊，其實咧，佢哋近呢四場主場贏波啊，總共入咗13球嘅。哇！好厲害入球數字，今日亦都入咗兩球。我迪馬特深口咧就控嚟咗身嘅，咁啊埋嚟幫手防守嘅冼佳亞咧，將個波啊踢到啊迪馬特嘅省都出界。誒呢邊安利卡唔係咁快又拉親係嘛？見到咧就係好緊張噶啦，曼城嘅基奇雲基緊，即刻埋嚟喂你唔好有啲咩損閃，有啲咩咧就係受傷喎。前面靠你入波咯喎，咦？但係好似又唔好得啊！咁啊，結